接下来恭请主法和尚慈悲开示。我们尊敬的诸位法师，尊敬的防护秘书长，我们尊敬的李慧员、李议员，诸位嘉宾啊，还有我们新加坡的同修啊，护居士，越南来的同修，我们本地的同修啊，外县市的同修，各位义工菩萨，大家阿弥陀佛。刚才我们大家也听到我们李议员的这个致谢啊，我们防护秘书长的这个感言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们两位的肺腑之言啊。那么我们这个有缘会在一起共修。这个也是过去生生生世世大家都是同参道友根据无量寿经讲那么已经不是一生两生三生四生可能百千生以上的所以能够聚在一起共修绝对不是偶然不是偶然，这是佛在经上讲的我们在现实的这个世间我们再去体会就能够发现真的我们在一起共修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过去世的因缘善根福德因缘与佛有缘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生生世世在学佛，所以每一生都累积一点，累积一点累积到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我们就到西方去做佛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一场共修也是在增加呢。累积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在偶遇祖师的《弥陀经要解》给我们开示这句佛号不管你有心念无心念是定心念还是善心念，这句佛号听进去了，将来毕竟因为这个佛号的善根种子而成佛道所以《妙法莲华经》佛也给我们讲若人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就念一句南无佛那么他就会成佛了这个是观经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佛嘛。那现在要做佛，当然可以成佛这个是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那今天我们大家念了很多佛也念了三部弥陀经又念咒忏悔皈依我们听中峰国师的开示这个善根我们又都累积一层。那么我们希望得到佛光触照就是佛号常常提起佛身不断，佛光就不断我们就是念佛取得跟阿弥陀佛的
连线啊。佛光是普照，是常照，没有间断。那么我们啊念佛啊，就跟佛接上了，相应了啊。我们就是靠这个持名念佛啊，跟阿弥陀佛取得连线的。那如果忘记了，那佛光还是照啊，我们这边这个网路线啊关掉了啊，啊没有啊没有这个信号了啊，所以我们提起来啊又跟佛啊啊连上了啊，所以在经典上啊佛教我们要一心念佛，细念啊就是心系在佛号，系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把这个念头啊转移到细念西方极乐世界，细念阿弥陀佛。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弥陀经到后面啊讲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浊是严重的污染。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间啊的确是五浊恶世非常严重的时代啊，所以看到现在有杀父杀母的啦，啊，世界动乱啊，啊，人心呐、啊，杀盗淫妄造十二业，忤逆十恶啊，不断的增长，啊，再加上啊，恐怖攻击啦、啊，你看呐、啊，这些，我们现在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你没有去看新闻啦、啊，不知道，看了新闻啊，那的确呢，就是《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五浊恶世嘛。那么看到这个世界呢，真的实在是不是人住的地方啊！啊，真的不是人住的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呢，我们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一生能够遇到净土经典、净土法门啊，又遇到我们净老和尚这位当代的大善之士讲大经解，不断的给我们深入的开示讲解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绝对不是偶然，我们要珍惜啊这个因缘，努力来修学。所以有一个五清世界啊，极乐世界是五清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苦极乐世界呢听都听不到啊，不要说有这个事实啊，你听都听不到啊。所以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啊，提起这句佛号啊，就是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注入一股清流啊，这句佛号提起来啊，圆转五浊恶世啊成为五清世界啊。这是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开示的啊，所以现在呢五浊恶世你修什么法门啊，你挡不了外面的诱惑干扰，没办法啊，真的啊，你没有去尝试不知道，尝试过了你才知道啊，佛为什么劝末法时期啊的众生啊，你这生要了脱生死啊唯有净土，你修其他法门这一生办不到啊，你没有办法超越的啊，只有啊靠这个信念念佛啊带业往生啊，这个这一生啊是可以超越的啊，我们一定要信佛的话啊。今天我们防护啊也是虔诚参加了啊，早上还要、哦、这个祭祖啊也要站很久啊，这个也真的不容易啊，不过啊也必定啊会得佛力加持啊，祖宗庇佑啊，那大家呢都会得到佛光助照啊，祖宗护佑啊，身心健康啊，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啊，这个是一定可以得到的。那么我们因为这个会场啊要收拾啊，我就讲到此地啊。那下面呢，我是有一个行程啊，跟大家报告一下。我明天啊到宁波去做法会，明天出去啊，4月25号才回来，大概一个月。那么27号又要到吉隆坡啊去做祭祖系列法会啊，是一个也是一个公会啊，
是一个工会，是马来西亚汉学院啊，他们办祭祖，啊，还有当地的道场办祈念，啊，合在一起。三十号回来啊，那么五月一号啊，我们在三重金钟别院啊，庄严师为他的父亲，这个请做一场祈念啊，那么有时间的同修也可以来随喜啊。啊，这个五月六号、七号啊，在台北市，好像南昌街也是武昌街啊，台湾省城隍庙啊，台湾省城隍庙啊，武昌街啊，台湾省城隍庙啊，那个董事长啊，跟他们总干事来，我十年前去做过一次法会。经过十年了，他们今年年初又来找我，这个去做两天啊，就是五月六号、七号。那么有同修有时间，大家欢迎来参加啊，跟城隍老爷啊结结缘啊。那么五月十六号啊，这个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义演的音乐会，也欢迎大家来随喜。啊，这个是在等一下司仪啊，跟大家讲一下地址，啊，就是我们六月啊到英国伦敦去办祭祖祭念，那么还有音乐会，还有威尔士大学也是做这个祭祖祭念啊，因为这个校长啊启请的，啊，去年啊也是校长启请的，他前年啊去香港啊参加过这个祭祖。啊，祭念法会很感动，啊，所以去英国啊，他就给劳上提请啊，我们去英国做啊，所以去年啊也做了一次，今年啊，又提请要继续做。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三十祭念啊，印的根据这个澳洲金钟学院印的这个三十祭念课本啊，就三种语言啊。啊，中文、英文、越南文啊，今天有越南同修来啊，啊，这个中文、英文、越南文，就是根据我们这样念的啊。那么那些赞呐 啊用英文拼音呐 啊打出来念出来就是我们国语的啊，就念出来就是国语啊。这个以前我们在二十几年前啊在加斯。敬老和尚办的这个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啊，啊，那么我们一个师妹啊出家了啊，在家的时候啊，那洋人啊，那也不会讲中文，但是呢，现在他叫他打磕子啊，打那个磕，然后唱的啊，就用中文旁边注英文啊，那个英文的发音，那发出来就是我们念的这个国语的这个音呐、啊。啊，那个音乐节拍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啊，所以这个都可以共修的啊，因为现在越南同修也很发心，现在在全世界啊，越南同修都特别发心的啊，我到英国去也是，我越南同修啊，他听不懂，能够坐在那边从头到尾啊，我这一点对他就很佩服了啊，那在日本啊。我是有一个日本人的啊，他是我忠实的粉丝，哈哈，听不懂啊，他从头听到尾啦，然后我去讲演也好，他也是从头参加到尾啊，每一次去啊做法会他都要煮菜给我吃啊，啊，就只有我一个人够吃啊，实在他煮的那么多我吃不了啊，给别人吃他就不高兴。那么我有时候吃啊，这个庄严说，哎呀，那个味精放太多了，不要吃，给别人吃啊。我没有吃，他心里就很难过啊。所以现在呢，我很能够体会到啊，到很多地方，到大陆了很多地方啊，同学请我吃饭啊，别人可以请假，我不能请假啊。别人说，哎呀，师傅，我今天太饱了，不去。我说你可以请假，我师傅都不能请。啊，师傅不去，他们都吃不下了，啊，所以啦，有时候吃得很难过啊，还是要撑啊，啊，所以三高四高这样出来的啊，这样大家明白了吧？啊，就是这样嘛，啊。
那么能撑多久算多久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啊。所以讲到这个啊，现在我们这个祭祖啦、法会啦，都是已经是国际化了，哎，也符合啊佛普度众生，不分国家、不分族群啊，不分文化、不分宗教啊，所以这个祖先呢、啊，每一个人都有祖先嘛。啊，不管你信什么教，都要纪念你的祖先，啊，这个是没有分别的啊，这个是值得提倡啊，这个提倡的、啊、越普遍，这个世界呢才会安定。好，那么这个5月16号啊，晚上7:30啊，有时间呢、啊、去听听音乐会啊，那个音乐啊，今年要去表演的。我说你先弹给我听看看，我也没听过啊。那么他是在一个工学室啊，在芦洲啊，工学室晚上7:30，5月16号。人家请我们师爷给大家说一个地址啊。那么到快接近还会再跟大家报告啊。总是啊，我想请大家去陪我听一听，不然只有我一个人去听，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啊。好像那么多的人在弹给我一个人听啊，啊，嘛不算艺术啊。啊，如果大家要交门票给我也可以啊，啊，要收门票也可以啊。不过还是请大家有空啊，有空。如果你有半年。因为要去英国之前啊，我们先听一听啊，有什么地方我们要建立、要调整的，可以跟他讲。好，这个就是以上这桩事情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啊，今天呢、啊，还是要感谢我们王副秘书长，啊，我们李议员、刘议员呐、啊，我们这个基隆的这个斋主啊，我们同修啊，大家来这里发心。大家功德无量，好，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大众请起立，礼谢诸法和尚慈悲开示，大众向佛一问讯。请对面站，请合掌。我们恭送诸法和尚、王副秘书长、李议员、刘议员等。